拍的这是狗哥的白老鼠的 MV， 然后这概念呢其实就是他被关在一个社会体制下面，然后就是他觉得他在控制，他觉得他可以控制一些事情，可是殊不知他自己也是被控制的那个人。就你觉得你好像掌控了一切，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掌控着你，但你却浑然不知。叫妈妈，妈不来，但几乎等几乎滚。那我在想，就那种被关的感觉。他那个对这个造型的感觉，多少要巧，就像变态杀人。狗总今天槟榔吃了吗？他最近如何？哦，他说不错啦。跟镜头说完，你不要。飘飘河，热狗飘飘河。我们这个是拍专业的。杀青了！狗哥杀青，狗哥杀青。今日收工。今日收工了，可以吃槟榔了。我们还有赚。上次是拍阿姨，然后这次是拍。白老鼠，白老鼠，你觉得导演给你的风格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这两只都拍得很好，他也只能这样说，你知道吗？你都这样问了。拍完阿姨之后，我就觉得啊，干这个导演屌，赶快再拍多拍几次。哇，这样子，啊，爽有爽有爽。